今天吃猪头的日子，我中午说了，说的晚上得到漂亮老板娘她家买猪头肉，到了，走。他家就是老式味道，非常的哇塞。什么爱猪头肉？42一斤。42啊？对。你节奏啊。这个瘦啊，18块钱。好嘞，老板娘给我认出来了，说的给我赠送我个干豆腐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老板娘给我认出来了，我一说是漂亮老板娘，这样哈哈的笑的。走吧，今天就我自己。明天接媳妇儿，明天能看到小粉团子啦。咦，这车干嘛？再买点发面饼，发面饼、猪头肉、花生米。这小系列怎么样？有发面饼吗？没有发面饼了，我寻思发面饼吧，卷点猪头肉，老美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合计吧，一会儿走，先回家吧。媳妇儿搁在家，这个屋乱的，老乱了。现在收拾收拾。哈尔滨红肠，行吧，兄弟，这点菜像样吗？来吧，尝完这尝点这个吧，他家熏那个味儿啊，就是老式的味儿。嗯，味道是没问题，怎么今天有点硬的猪头肉啊？反正不老烂乎。他给我切这块的时候吧，瞅着就不咋好，没好意思吱声。确实烧着有点硬啊，但是味道就是嘎的。嗯，哎哥们，这小干豆啊，凉爽，不像有的干豆是一熏完当硬，不是，这就行。拿点青蒜。我又买了点干豆腐，我寻思卷点大葱，蘸点这个酱。后来我一说有熏干豆腐，让我放冰箱了，明天媳妇儿回来吃。咱自己家整这玩意儿，属实费劲。要我就乐，就是啥也不放，白水给它糊烂糊的。哎呦！拿起来这碗也掉了，用手一拨了，那皮就化开那种，
那种猪头肉那是真香。但是你说咱自己家我就这么点饭量，我也不能呼个猪头去，没地方呼，对吧？我记得我爸以前总出门，一回来就有钱儿，完了就不是上饭店就买点那个俺俩都爱的熏鸡。俺家我妈呀，这是吃大食肉吧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乐吃的食肉，有可能是我妈可能也乐吃那个鸡爪的，鸡乱八七糟的，可能都给我跟我爸留的吧。你像鸡头鸡爪我捞不着，能捞鸡翅鸡腿。以前不明白，我说那死肉有啥死的呀？那前咱家卖那个小鸡儿，小熏鸡儿，那才一只也就十多块钱，二十来块钱，我估计忘了啊。他那个熏的味儿就跟这个差不多。就一掰的时候里面糖里面都有那个洞。我不知道小时候咱东北人啊，你家小时候买烧鸡就一掰个胸腔的时候里面有没有蛋，就是酱油色的那个，比酱油色还轻点的那个，就像洞似的，完了还不是特硬，稍稍有点那个凝固，还没凝固那种感觉，那个洞还更香。哎呀，现在长大了一回忆啊，我妈那是好东西都留给我爷俩吃了。我估计我姑娘在大家想吃啥，我跟她妈就是反正她不爱吃的就得我俩乐意吃了，要不行了，对我没多大影响。本来我跟丹丹在一起之后，我最爱吃鸡头啊，鸡爪啊，鸡翅啊，鸡腿那个大的大腿的他也不爱吃，就是吃腿往下那个细的部分，基本上那个都是他的。我的基本上就是胸脯子，完了大腿根儿、刺儿，吃鱼呢，鱼头、鱼肚、鱼齿啊，这我都捞不捞吃的。还好他不吃皮，他要连皮都吃啊，我估计啥也没我的。就看我姑娘长大吧，我姑娘长大我一定培养着啥都吃，特别牛羊肉，我觉得就是猪牛羊鱼鸡，牛羊肉我觉得是最好的，所以我必须让我姑娘吃牛羊肉。哎，哥们，这新蒜嘎嘎的，嘎北方，来，啊，行了，我自己拍得白白乎乎的吧？啊，说下菜板呢，这菜板干净，洗干净了，实在没有东西放，不用它，如果要纸的话，我就用纸了，别喷啊，不洗不喷。拜拜。